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在这个边陲小城吉安。我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呢，源于一个电影，叫《缝纫机乐队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在吉安城里面去逛了。但是逛之前，先把这个《缝纫机乐队》这个电影先看一遍，然后再去大吉塔，去那边打卡，就会特别有感觉了。早上呢，我们就先喝点粥，然后呢，看完电影我们就出发。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小城吉安，它安安静静，普普通通。咱们这个电视机跟着咱们旅行已经有都这么几个月了，第一次看，该发挥它价值的时候了。你们电视拉出来一点，这样看有点费劲。哎，好，这就好多了，对。就是这个吉他，这个吉他广场应该还在，我们一会儿去这个吉他广场看一圈去。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了吧？应该。不知道。哇，咱们一会儿过去看看。你知道我的外号是什么吗？你这也太舒坦了，吃完饭躺床上看电视，好家伙。吉安，哎呀，我老公看得热血沸腾的。你别说，这电影拍的挺好的。走，打击他去，趁着这股热乎劲儿。走，我也热气。把你裤带也给我系上。哎，现在是这个打击他还是那个打击他呀？不知道，都有吧。大吉塔广场离我们这儿也不是特别远，但是呢，吉安市是整体比较好停车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房车里收拾妥当了，我们俩准备开着房车去大吉塔那儿。我们到大吉塔广场来了，结果停车这个地方居然有充电桩，而且它是慢充，就是咱用的那个。妈呀，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。这边的充电桩是真的多，咱停车的那个停车场也全是充。那是快充。对，那都是快充，这居然是慢充。把我的神器拿出来。幸好当时没退哈。我就没打算，因为房车咱长期用，难免会用到。让我看。哎呀！您好，充电枪已连接，请刷卡或扫码开始充电。扫码。这个设备不太行，你换一个吧。现在把电线都已经给插上了。对呀，你也把换这个。好，充电，请您好，充电枪已连接，请刷卡或扫码开始充电。这电蛮贵的，慢充这个电是，一度电是1.45元。然后还有一度电，还有0.49的服务费，相当于接近2元一度电。那也总比没有强呀，对不对？那也是。好，插上没？充电中了。充电中了哈。是啊，你钱都交过了哈。我钱付过了。车里面没有动静啊？没显示充电。对啊，它应该正常是显示试电模式，对吧？那我再操作一下。妈呀，换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桩子，这个终于开始充电了。显示试电中，是吧？显示试电中。对嘛，这才是正常的状态吗？我们现在其实还显示有54%的电呢，但是呢，我们从这一趟从家里出发到现在2个多月了，没有接过任何一次试电，每一次都是车跑起来充，太阳能板充，总感觉它充的是虚的。所以呢，这儿有充电桩了，我们刚好要出去转，哎，充电桩给它一充，充瓷实一点，知道吗？走，那不是大吉他吗？哦，在这儿。那好像进不去啊，围起来了。对呀、
过去看一下吧。对面是吉安博物馆，也没有开门。这边是吉安文化中心，也没有开门。吉安的疫情是刚刚结束，所以很多地方还是没有恢复呢。哎，进不去啊！围得严严实实的，一点都进不去。而且这个吉塔明显不是电视电影里的那个吉塔，电影里那个吉塔已经拆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应广大游客需求，然后又重新建了一个。这个好像没有电视电影里面那个大，是吧？对。哎，进不去。滚！啥也没看见。怎么办？我就冲着他来的，结果啥也看不到。嗯。这里一个另外一个人都没有，围得严严实实。你手伸过这个围墙，给我拍一个镜头吧。好难呀、啊！我们俩也是拼了。你能看到吗？能呀。再拍张照片。打个来过，对，来过。挺大的，挺大的，比后面的那个路灯啊、探照灯都大。这怎么整啊？来吉安啥都玩不了。我们想来看大吉塔已经被围起来了，刚才路过的博物馆啥都关门了，而且大家给我们推荐的吉安火盆也吃不了，因为吉安还没有恢复堂食，所有的饭馆没有恢复堂食，外卖也点不到。咱要不吃一个朝鲜烤肉或者韩式烤肉吧？去哪儿都吃不了，没有堂食。哦对，吃烤肉还得是堂食，堂食现在又没开。走，喂，泡面，或者来碗油泼面，往这书底下一蹲。神儿也玩不成，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停着，等它充电吧。现在已经充到65%了。